角度不可以太远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那个角度。那个角度。哎，需要用个刀去给你看。刀去给你看。是这样。然后就是切到怀疑人生。切到怀疑人生。切到怀疑。好，现在给我怎么整？我要继续吃鸡了。这菜刚有火。不要，我的方法是要火。对。卫生纸。他们是没有。哎。太刀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手起水泡，你不能这样欺负我啊。在草丛切菜法。切菜法真的好用吗？好用。哎呀，切菜法真的好。切菜法啊！哎，喂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左右应该是这样子颠倒过来。太过那么明显。刚刚我只记得应该对啊。不能动。车子怎么了？颠倒。确定或不确定？这样子就颠倒。只要还有没有这就是好的，就车子。好，对，12个，你们的分制，耶，太棒了，你们终于过了，感觉好像考很久哎，对啊，因为他们卡在这，好像卡蛮久。好，我们找盲人。耶。这个字。好。厉害了。我的。还不比。好，录啊！录那个没有？你们要三个人吗？三个人考是不是？好，那一样是30秒。Yes。哎，这我才合。可以分工合作。时间剩下15秒。好，时间到，来转过去。好，看你。我动了一、二，然后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。好，电池好一个，然后方向抽那个，两个，这个，好，确定还是不确定？他确定，确定是上面还是绿色？是哪一个？你说上面这个吗？那抽一个。对，三个。五个，对，六个，对，七个，一些小的地方，有一些可能，颜色不一样，这个翻过来，没有。对，8个，还有4个哦。王冠，你只剩一个。哎呀，对，剩一个。这个，
哪个？火柴盒关起来，然后不对，错一个。还有五次机会，加油加油！他可能他可能有改变，可是他不是用，等一下，有东西让他去做了改变，就你们刚刚有猜过的一个东西，但是他不是他原本自己去变化，而是用他什么东西让他去变化，就他支撑着让他去变化，这才比较明显，确定吗？哪一个？他说绿色的那个，不是，确定不确定？确定还不确定？就是有时候要相信一下自己，相信自己啊。手上还有五次机会。这个手，对，它本来是平的，这块本来是平的。嗯，其实这么说也对啊，但是，但是，他，但是他。我来帮他敲一下好了，他应该不会翘起来，他应该是长这样。十五十五，对，十五十五，不然你推他过去。没关系，你觉得有危险？确定吗？没有危险。确定，还有九个，因为他原本是这样子啊，九个。得得得得，九个。小细节的地方，然后他有点与众不同，他那个东西跟他周围的东西有点与众不同。小小的，那个细节是真的蛮小的。九个九个，这太困难了，这是那个最后一个，太困难了。别跌倒啊！不要跌倒啊！这个已经卡关卡很久了吗？是短绳，还是绕另外一边？等你，等你去问人家，我等下再给你一次机会考试，要不要？短绳绕另外一边。硬要考，我看一下。不是啊，你的好妈级成功的。你这样直接被真假的？我刚才应该先拍他，我怎么拍到一个？你在忙自己，在忙你。拍到一个卡关的感觉，有点浪费记忆体的感觉。忘记你们不是绕过来吗？哦，如果你把在你刚刚把那个地方你拉的话，它就变单节，所以它就是绑不紧，所以你是要绕另外一边。我们看到那边。好，那你这样打，你这样打，把它拉紧拉紧，拉紧之后，你选一条绳子。那我也好用。原来是这样。
有这样奇怪、欸。没有没有啊，对，都有。我有过刚刚那一次。好，你过刚刚那一次对不对？那我把名次给你看。你要不要来看？给我刚刚这个机会。你看哦，先这样子。假如这条是长绳，这是短绳，对不对？短绳绕长绳，之后开始绕自己，绕自己后拉紧，这样子。它会有个小圈圈，表示它是细木结。然后等一下你先不能细木结，你先打苹果结。最后一个会考你。好，好，你先去考方块。我来考好。那你先考掉头。他有来参加过了。谁？一直都有，他国二啦、啊。哦，对啊。国二的。哦，所以这些是国一的，然后他是国二再来参加第二次的。不是，国一第二次。臭脸，你是不是很紧张？啊，他很紧张。对啊，他敢，一直打错，一直打错。是他自己啊。不然，非常紧张。我少点。可以，还不能过。哎、欸，这是谁的？是谁的？这是你的。啊，那一次都过了。我喜欢拍照。你错了，真的。你先试着打。现在谁？先不要用。现在他说你用的时候是要把温水带走。你要带走，你要带走。这样。哎，热水接带走，真的。对啊，热水接。你要先试着打清火花。哎，先到那个角度，那个手上面有那个碳粉啊，那个黑黑那个，一起烧起来。然后再去试。什么东西？开烧。啊，旁边烤完了。好了。哦，跟你讲怎么烧。第一个。就是。好了。这牙亮亮这个，然后压住，然后就这样往前这样刷。为什么？你不要看他名字，他名字挡起来。看你刚才打错字了。看你名字。烧起来。走起来了吗？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真假？我有看到，有吗？是不是？专业。加油！加油！可以刷。刷！卢广仲在哪里啊？啊，他不是 GD 吗？哎、欸，然后他有多重国籍。是哦。对。他半谁都是谁？有。他像马拉松。是有人说像卢广仲。有，他有像卢广仲。平然后又有像那个 GD。没有想到叫他先来试飞，等一下不是要那个大地游戏吗？而且大地游戏，我常说可不可以借鉴，就是那个昨天给我那个手机那个，然后我也测一下。啊，不行哎，他只要用空白机，哎，稳定器可以给你，但是他那个手机就是对那个 ，OK， 就对那个空白机 ，OK， 没关系。我看到你吗？我三个。对啊，给我看一个。我在那个啦，在那个导师室那里。OK。我刚刚拿一支在讲，因为录影共生旅行啊。臭脸，你会不会讨厌我拍你？啊，那你不要。对啊，谁叫你叫我来的？我再给你拍多一点。教你新的大绝招。那不是大绝招的话，那个就是你要切菜法。好，我想看这个是切菜法。要怎么样才是让他切菜？什么意思？我不要起。他到这个，但是他就马上就行。你要多刷几次，那个展现你的那个黑人的运动体质，不可以放弃，你那个肌肉素质啊，速度，哎，不要放弃啊，你要速度这样，有啦，没有啦，我这个偷，他超偷懒的，他这样就算有了，不行，你要继续，你在那个地方继续烧就可以了，哦，可是他这样正好，烧这样就完全平吗？对啊，哇，熄灭了。这样就快，菜刀型。好，有一点手感。切到你结果。哎、欸，那个你需要考试吗？考完了，今年是 OK 了。哎、欸，按左或新的卫生纸。我自己拿。OK。可以玩了、哦。在这里没办法。哎、欸，你就是刷出来之后，你可以刷快一点，这样就比较。它火花就比较连续，就比较容易起。所以我要连续刷很多次才会。对，然后一直刷，然后刷很快。对，我刚刚一次就刷成功了。展现你的手速。我刚刚拍完，我们就一次就成功。我要先脱外套。那你能拿哪一个？那卫生纸是什么鬼？等一下，那边学姐的。学姐啊，那个。
是吗？木屐区有没有考虑啊？就黑子烧成功那只红屐区，应该跟同军前面好好讲一下。然后有些人哦，当上团长都不用打火。腿炮。现在都往是用大的大刀。哎哎。对啊，我要遵守同军。有有有。好好好，好快好快。哎、欸，五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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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烦，哎，搞不好东东不会打、欸。他昨天他前天在练也是用半天。哎、欸，他什么不会打？他自己拿竹材自己搞火起来，他用那个木头去这样钻诶、欸。真的、啊？对啊。木屐训的时候。不是那个。大陆的时候。上次你们班活动的时候。臭柳快放弃耶！哦，你等下面那个。明哥，你握你握远点，你这样。走了走了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我都能都搞。平的平的平的。哎、欸，你的脸没有晒均匀。然后这样。我说他的脸没有晒均匀。一直用力用力再，再尽量在这个，不要用那卫生纸，就一直连续在这个棒棒里面。哎、欸，甩掉甩掉，甩掉甩掉甩掉。乖乖的。乖乖乖。好，那个热缩机带走。可以去木桩线的再见。热缩机带走。谢谢老师。哎呦，我还没烧起来，就是已经烧成功了啦。我上午了。啊，好的、欸，不要放弃，不要这。哎、欸，那个我会卫生纸，哎。哎，踩一下，踩一下。哦，你要表我一张。好，我先过。拜拜。我最后一张，你吃够了。啊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踩掉，踩掉。哎哎哎哎。哦、欸，你们手来，给我签名，签名。哎、欸，踩掉，踩掉，踩掉。我拍到你那个骄傲的脸，什么脸？真的呢？啊。腹背的上面是什么？辅警。都不能嘛，对不对？别打、啊。错的、啊，我是吧？腹背上面。腹背下面叫腹肩，腹背上面叫腹。因为位置不够，所以腹肩是哪？腹肩是下面。哦，腹肩肩膀上面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收了。救他，救他，快点。虎眼。快死他，死他，快打他。眼哦，哦。我打他。真讲忘记。不是，我一定要打死你！我不给你过。你现在手上有刀、哦。我不给你过，我不给你过，我不给你过。直接砍。对，直接砍。就让我想起我们昨天给他考中文的时候，空成语。扶脚。十。二鸟。扶腿。扶腿。我不给你过了，我不给你过了。我可以玩一次吗？你要玩什么？这个。伏笔哦。我不给你过了，不管它叫伏笔。直接就可以玩。对了，好笑。就很紧张，可是又过不了，又过不了。有了，有了，你完成了吗？全部可以玩吗？确定。可以让我试一下吗？你要挖土。这个过。我说这个要怎么过？好，多少？站哪？站。喂，我要一直打这个地方，不可以辛苦吗？刚刚跟我一样走进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、欸，我浪费很多惊喜在你脸上哎、欸！那也浪费一些惊喜在我脸上是不是。啊，你歌唱比赛不是就已经？我已经有看过了。是不是唱很好听？嗯。完，怎么可以再考一次？不行，不接受。不是啊，你还没过啊？你扶什么扶臀？扶臀。扶脚。扶指，扶指。我只想要能砍，就这样，一直砍，所以砍这一定要走。哎、欸，你会被我上字幕上到死哎、欸！啊，你会被我上字幕上到死哦！因为你讲一大堆怪怪，然后你讲到上字幕上超久。欸、而且馆主一直在考你的时候，你头会一直胀大、啊，我会帮你加颜色。带走。我觉得我比较会演。要考半个的。过来，那个锯子，这是锯子。这是什么？锯子。毁掉了，玩那么大，锯子，烧掉了。锯子，锯柄，太棒了。我心好累，我的人心都快哭了。换关注扣了。好、啊。
你再没过，我就不给你过了。好，你再没过那个哥哥就要把你字幕上到死。啊，三，你都知道了吗？我先给你开，我再给你开个感感感问哦。这边这里是哪里？主任。主任。好考啊。好。组成一下句子哦。好，我要换角，换角度上去。好，那我要开始讲了。OK。就是超级大的。敷，哎，敷饼。就是敷面。就是敷背。这是它上面。敷肩。哎，敷眼。下面。敷肩。敷热。太棒了，好感动。哒啦。行李现在请你们放到楼梯窗上面。包包放没有？对，包包还有身上的累赘都拿掉，除了领巾跟狗牌。狗牌，你就带走。带走。身上的累赘都拿掉。鞋子再拿掉吗？拿。鞋子袜子再拿掉。不行，这种天气你要脚破皮。可以拿掉吗？踢掉，那你帮我拿踢掉来。来，赶快。第五小队，默契，第四小队到齐了，默契。第四小队到齐了，默契。第四小队到齐了。我们的队长在大队长的手上，我们的队长到齐了。来，两只手挥手。好好，放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交给我们的东东，然后，那个，那个，然后我们现在交给东东，热烈的掌声欢迎东东。这里很明显。好，请坐。谢坐。很热吗？很热，但是我们这次因为很好玩，这个游戏很好玩。有没有看过《全员逃走中》？有。全员加速逃走中。没有逃走。全员加速。有这种东西。有啊，那个节目，不要相信。他在干嘛？他们俩上开的时候就是那个有鬼会抓他。他叫猎人啊，猎人。黑色衣服，戴眼镜的，很帅的帅哥。待会哈，我们要玩的是这个，我们要玩就松掉。没关系，来的按墨镜戴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十分钟介绍时间。那有没有看到这边的箱子？里面就是用来关猎人的。他等一下进去之后，他就不会动，他就会站在那边。那五条绳子，其中有一条是勾着后面的。栅栏只要倒下来，游戏就开始了。栅栏只要倒下来，不知道是哪一条。比如说这一条，我一拉下来，真的哦，我一拉下来，这个栅栏就倒。但要注意哦，有一个重点，我们待会哈会请陈，我们是以陈检的分数来先抽。那比如说我是第一名，我是第一，刚刚陈检第一名，像第一名是第三小队，
他们你们是第一个小队长上来，然后选一条绳子。好，再听我讲啊，你不能先试试看，你不能先试试看，你确定好哪一条之后，我就帮你数，我说开始，然后你就把那条直接抽出来，只要栅栏一倒，游戏就开始了。那整个活动学校都是我们活动范围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哦，那我觉得你在游泳错的地方，有一个地方不能过去，就是中山楼这边，这边是中山嘛，对，中山楼，然后到那个走道。那边都不要过去。但是因为厕所真的很教室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麻烦人不要躲在那里。这就只是一个游戏，被抓到，好，被抓到他会把你的狗牌拿掉。就是要抓人的那个。怎么样算抓到？我是猎人，我碰到你，只要碰到你就算被抓到。猎人可以退群吗？所以猎人就没有狗牌。猎人会跑。那被抓到之后，你就要把你的狗。你们腿都那么长。不会不会，我们现在我们场上呢只会有三位猎人，三位猎人，但他跑很快啊，三位猎人啊，他们跑一百公尺跑很久，他们一百公尺吗？要先测这两位一百二十秒，这位差差一点，二十一秒，太快啊，不行啊！这两位猎人是我们猎人里面跑最快的。他可以选跑慢的，先玩一下。他跑很慢，他跑三十秒，我跑一跑就不见了。好，我要认真听。我现在说，你们可以拿到分数的地方啊，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拿到分数。这个分数是精神中指标的分数。什么分数？可以去，可以去，但是不能躲在厕所里面，可以吗？好。但是厕所可以的时候可以算暂停。不算。算了，那我一出来，然后他站我门口，然后我就被抓了。完了。再来第。一小队，请派一个人出来。不是我他，请选一条。对，他们跑太快了，他们追我，然后这个游戏原本是三十。
拍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拍到，本来就很难拍的。那些表情超严肃。来，同学来讲说话。哎，你现在手上有哨子吗？你有哨子，借我一下。再开一次，再开一次。对，是吧？我没有。幼稚园老师讲的吗？那个中立。你确定？对，中立、啊、可以拿一颗。他想听。公平啊！再给我。他刚刚是定一定，定一定。我要过来了，可以让我再多留一点。为什么要这样？那个，快，我要打卡。你是游客。等一下，我们假装散开。我先。然后你升上去看，你可以拍多大的。好，换我。你是游客，报纸艺友。你要用第一个点来拍。观光景点哦。但是怎么忍住的、啊？为什么可以？五，哎，我们要五六七八高拍哦。我们要先。五六七八。快点！快快，我有形象，不要让我形象。先看一下范围，他们是不是？先看一下空白镜可以拍多远。来，哎来，同学你散开散开散开。那我可以拿什么？好，站到那里去，我看一下。我被洗站到那个弯地那边。哎。飞机为什么一直叫？没电。太热太热。哎，六个人，那个他已经很屌了，已经很久了。二十分钟坦白讲够啊。待会哈，我们再有一个复合机会，但只有两个小队有机会。两个小队要看。不客气。
要换哪几个？就是换我们三个、啊，没有两个换两个。好，最后换，换最后换，换我们三个。好。快打！是不是这条？不是、啊，这条这条啊。超烂！兄弟，这两条一定不是啊。躲在那边，躲在那边，不要走太快，不要走太快。哎、欸，第二次已经走了、欸啊，真的假的啦？很突然。对啊。没关系。下注。没有，是要录影吗？加油！刚才不是有个拿360的？试试看。这样啊，可以。啊，那你开了。啊。你拿给他。啊，他一直在晃。哇靠！啊，我们的后期戏耶啊。完全没开到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对，完全没开到，就是临场感而已。就是哇，好晃，好晃，我、哦、真的超晃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好了，可以录了。谢谢。我已经切入。OK。没有人啊，你要拍什么？对对对，你们体力比较好。侧录你，对，好累啊。OK， 不是你知道，我妈只有一晚很久，所以我妈追她，但是不能追到。其实你已经追到了，你不能追。因为好留人对不对？好留人，我要假装你冲走。留人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假装跑一个好不好？假装跑一个，让我跟一下。好，你就一直走，你就一直走，然后我在后面跟你，后面跟你。
哎、欸，然后他们死了，他们死了。我靠，你这样抓太多了吧？白痴的，你要留脸吗？你等下全部。他们进群现在让我抓了。怎么连拓海都有？你抓陈英凯啊？现在配给我的镜头，镜头。退让。啊？我抓一个就换。你要跑这里跟我讲哦。往后弹腿哦。OK。你不知道哪边有人？刚才有个滑手机。对。哦，那是固，那是驻点的。没有像那个综艺大姐一样，我抓你前面，然后你对着镜头开始讲说我现在很累，然后怎样的，你也不能讲话，快说一下，快说，说，快点。那个是人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那是玉璇，我是在跑那个，是人。好，再来。你帮我去拿眼镜好了。那你要不要先开始对自己开始讲一些话？那我去抓那个。好，走。弹指哦，第二弹指。好，日本人。哦，一只马。来了来了。有两只有吗？那个死掉了。干，怎么都死人了？我先下。他跑。两台机器在你身上，你有没有感觉倍感荣幸？你现在是魔鬼终，你在魔鬼终结者吗？那个往哪走啊？抓到一只，嘿，抓到一只，玩手机。感觉后面有人。
这种一个海报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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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，三。你要跑那么快干嘛？我想说跑去多人一点地方，又没地方都没人。被抓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很容易被抓。然后那个东那个球球超难走。活着很难哦。对啊。我就打我被笑，因为我刚好要复活一次，我被抓。哎，跟一个生还者好了。我来测路。啊？偷路泥。怎样？没有啊，路上没有用啊。石英台没了。啊？还有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先录一个猎人跟一个生还者而已。明就很喜欢被录，明就被录，是有点吗？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整个都是吗？嗯，是。感觉这里没东西。有啊，后面有。后面。对。欸，你要跑，你要绕跑之前，你要先跟我讲哦，要不然我跟不到。看他们有没有追我。感觉他们不会。面对的人。快死掉了。怎样？被拍很好。呦呦呦！朝外看，这有点吗？真的。看这波一，直接送分。这边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不是我放的。中。没脑。没脑。在哪里啊？啊！
了。走吧，不管。来。当。好了，走了。走。走。走。拜拜，哎。拜拜。二七也是天龙骑士，只有蔡明章而已。翰林的学生，小美啊，哎、欸、是哪一个啊？阿胖，叫阿胖，阿林。好像回去路上可能会有猎人在等你哦。我刚才来，然后好多，好多，然后，哎、欸、那里有人，有猎人哦，他追哦，追哦，要跑了，跑了，他追要跑了。你知道其实我是在玩的吗？看得出来啊。然后故意拿一个勾破，然后这给你，这给你。给我干嘛？这边有给我没有用啊？那个是谁？那丽人还不敢。哎、欸，你的GoPro有闪红灯吗？有啊，我的闪红灯哎、欸。闪红灯就代表它在录啊。是吗？是没电还是在录？你手机在录的时候不是会有个小红点？好像有道理。哎、欸，这有两个。反正我是工作人员，我才是正版的好不好？好可爱啊、欸！我也是被任命的好不好？他想追又不敢追。是啊啦，进来给我。红灯。抓到一个foul了。抓到了，熊大不会玩飞牌。好累哦，我想休息一下。是大家都没有抓到了。哎、欸，这是要拿去放，去了。你知道这部纪录片叫什么吗？嗯、肥仔的减肥日记。他说卸干后发福，统测完开始减肥。你怎么打我啊？我可以直接抓你哦。我是工作人员，可以直接送你回家。这里抓到一群小屁孩，他们觉得很惊恐。那个是谁啊？先生。那屋在哪？我找不到。哪个点啊？那个连狗屁都没有。用你的脑啊，用你的脑啊，小姐，看得出来。
哦，纸杯被拿走了。啊？你纸杯被拿走了。哦、啊。被、欸、拿走。你有纸杯吗？有啊，这个纸板是我的乖。哦，所以这里有。有啊。哦，看到了。笑什么？自己很聪明啊。很聪明。没有啊。可是，是要破什么关呢？打开，回答问题。还是你答不出来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特写一下。下次要破关啊！啊，为什么你不是原本是关吗？因为我要车路。那去，你不要录我啦。没有，录纸条。就要减三，三除以三分之一，三三九，一哦。先乘除后加减啊。所以一啊。每个人都知道吗？不会吧。好了，要看我手机不手机。我觉得这打得很成功。好。是吗？去回答。这是要先破关啊。这就是关卡、啊，这是其中一个关卡。啊？这是其中一个关卡。可是不是要破那个？都要去回答，要去回答。Cookie 看来又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。测录一下工作人员，美美的工作人员，美美，就是不是美美。你说剩下的主线啊？我没有看到主线任务啊。哎，这个不是最快猎人吗？没有看到主线任务，海报。你有看到吗？我死了。你死了？因为我被他们抓，我故意的。我把球给他了。啊，你给他？对啊。他死的吗？没有，全部给他，然后给他们。哈哈哈哈哈！来回答，你现在要去回答问题。那里好像有五颗吧？看看。这个也是七颗。哎，对，你现在回答问题啊。回答了。没有。你有看到？去找东东。哦，给了。所以换来两颗球。掉。我该再跑啊！这两颗给你吧。我给弟弟好了。哎、欸，弟弟走了、欸，好难过、喔。你死了，我已经切死了，被谁抓？就该这个谁？有人过的吗？他们过啊。天哪！天哪！哎、欸，你那么多主球，就要赶快过主线。可是我他不知道怎么说，他不知道怎么过主线。这里就有一关啊，你就可以从这边。直接这。好雷哦！好雷哦！你靠球啊！你靠球啊！你的球只能这样用而已啊！你走了。跟他讲鬼故事。弟弟已经走了。什么？还活着？我没有活着。哦，你没活着。那取消吧。
玩过的。我一定要弹地板吗？不一定要弹地板啊。对啊。这样你还有机会。忘了，我给弟弟。Go go go go！ 我一颗，我一颗，我一颗。哎哎，你要一颗。加。好，下。不一定要弹。不一定要弹啊。不一定要弹。谁走得快？走你。哇，太难了吧！这比投篮还要难。我投进一颗嘞。果然是，就真的比投篮还要。果然是理化老师。你是有算过对不对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没有啊，你算。现在光的速度，拜拜。修往旁边修正多少？雷。真的要修正，真的要修正。雷。你是捡球捡到很烦。双面人，双面人，双倍速。啊啊！雷雷雷。下一关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下一关。没有，我已经死了。没关系，继续玩。好，走，你活了。我不活了。不活。哇，好累啊、哦！快！我真的不想玩。快！而且我这次已经没电了。我来，我电啊！是我来测入你啊！我的护身符已经。我来测入你啊！我的护身符已经阵亡。对，我来测入你了，快点。你就放着，我测入你。这个我昨天试过，很简单，我会。还要出两个啊？那现在就给你雇，因为他已经没电了。要出两个猎人啊！要出两个猎人啊！知道，他们刚回来，然后他们出去了。他那个已经没电了，他稳定性没电。他来就倒了。他那个说要换人，然后跑掉了。你没电。他不就跑，他们跑。是有，就有。我当一点。我来当猎人。我要跟着你。那这放哪里？我当猎人应该没差吧？我当猎人应该没差。那只有五位，不然不是给我。喂，你在哪边？喂。很弱自己。好，赶快过来。大侠爱吃大表嫂。按摩阴蒂。真是啊，白痴啊！没电了。双倍帽子，双重武器。你知道攻击加成，人所谓的负负得正，所以你现在不是，你现在什么？我现在不是杀手，你是双面蜘蛛马一样。我要转播。很累吗？抓了几个人？我没有抓到。抓好。那边还有好几个。
脸肿猎人，刷下巴，然后研究怎么样？变态摄影师，怎么样？没电了，真没电了。他没电了，他就只剩下录影功能了。这肉棒好像没电了，这怎么关掉啊？好像没电了，嗯，没电了吧？嗯。哎，怎么又电了？没有，它一直都有啊。然后就是这样，它往下垂是因为，然后这样桥牌就好了，压了。对，它这是，它这就是让你的这样子，这个往下的话，它整个就是它整个是这样往下去。OK。找一下，因为现在还有三个人还没回来。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他超厉害。找哪三个？我看看旁边哪个。带我，在最前面这里。对啊，你看我这里。彭林燕，后面啊什么的叫下有没有？我刚发约，一直在跑。最大的那个的那个隔壁的眼睛，那这种真是，彭林，嗯。
真的打上去啊！好像还有，看一下是不是？还有他哪项？还有明年。然后完了忘记，还要我还要玩吗？设计了。五十把吧，再往哪里？那我问一下，我找一个状态，对对对，状态好了。还有。嗯，很好，而且它很白哦。嗯，你要这样。啊？就是，就是。在导，在教老师办公室。嗯。没有。昨天，你知道前天下午啊，就在搭那个工程，前天读的那个。陈英海，陈英海翻一个超扯的东西，超恶的。陈英海翻超恶的东西，你看这个，你看。他已经录三十二分钟。不是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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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啊，就是，如果你坐上面，他突然暴转，哒哒哒哒。突然觉得广播更好哎、欸。对啊。他可以，他任务也可以用这个讲啊。我刚刚瞬间发现广播好像比车超很多。刚刚刚刚不是有两个？对，啊还差几个？差一个。好，宣你。好。这个看一看知道没被抓过。我被抓过两次。我们是。你在找一下自己邪恶的。你知道这个是干嘛？你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吗？360啊。这个。造你的。他这样摆着，你们全部入境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啊！在围着他绕圈圈。对啊。不是啊，你这样是，你要摆这样。好，没关系，他应该是，如果正对，他应该是在那个那边休息的那一个。好，那待会啊、哦。后面的工作人员，很累吗？很累吗？很累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现在要。我进去掉，哎，这个小子，我去收点护送人。我觉得每次臭脸啊，都会遇到很大的难题。学长，其实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遇到很大的难题吗？因为他每次的脸啊都很严肃，这样会让考的人啊更想要考他。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都有那种心理的感觉。基本的东西。所以。他真的超级严肃的，他真的。哎，这么细。等他们稍微帮我们再踩。哦，你脑。
哎，不是，很多节目。说一说二。这种娱乐节目的拍这种人最好了。斧头。斧头啊！还整只整只叫斧头，哥。哥。场边球就来一个人，有人要救他吗？救他，斧头，斧头，哪里？请问这是什么？斧面，斧面啊？哦，可以吗？不行，这是什么？斧面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斧，斧什么？斧什么？斧什么？斧肩，斧肩，斧斧肩。啊，我知道这也是斧肩的。不是。他不是补肩，我很会上很多字幕在他头上，很好笑。不可以让刘欢迎的位置是什么？够了，对这边是好。这两个都很碍眼睛。这个呢？是要我拿住的，不要大便用的哦。差点场外求救，只要救他。斧头，请问斧头上面是什么？斧头，斧背的上面是什么？斧颈。都问完了嘛，对不对？谁打？我打。我知道。斧背上面。斧背下面叫斧尖，斧背上面叫斧。斧尖位置不够，所以斧尖是哪？斧尖是下面。哦，斧尖肩膀上拍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说说吗？就来，快点。斧眼。打死他，快打他。眼哦，哦。打他。昨天讲忘记。不是，我一定要打死你！我不给你过。你现在手上有刀哦。我不给过。对，直接砍。再让我想起我们昨天给他考中文的时候，成语。扶脚。一石二鸟。扶腿。扶腿。我不给你过了，我不给你过了。我可以玩一次吗？你要玩什么？这个。扶臂哦。我不给你过了，不把它叫扶臂。学姐就可以玩，对啦，很好笑，就很紧张，可是又过不了，又过不了。姐姐，要不要玩？有了，你完成了吗？全部可以玩吗？确定？我试一下，你要挖的，这个过，这个要怎么过？好，知道了。在哪？喂，我一直打这个地方。有浪费很多记忆体在你脸上哎，那也浪费一些记忆体在我脸上。啊，你歌唱比赛不是最近？我已经有看过了，是不是唱很好听？嗯，完整可以再考一次。过谁？过接受？不是啊，你还没过啊，你的扶什么扶臀啊？扶臀。扶脚。扶指。我是想要人体的部分，一直想要人，所以砍这一定要砍。哎，你会被我上字幕上到死哎、欸！啊，你会被我上字幕上到死、哦，而且你怪怪的，而且上超久，而且馆主一直在考你的时候，你头会一直胀大、啊，我会帮你加颜色。哈哈哈哈哈。带走。我觉得目标亏了，要考半个的。那你看看什么叫考半个迅速考？希望你们可以哦，我要一次过。好，三二一，看这是什么？不是那个句子，这是句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句子是什么？甩掉啊！玩那么大，你手已经烧掉哦。锯齿，锯背，太棒了！旁边，我心好累，我的人生都快哭了。甩掉，不要砍吗？对啊，这种是有点看着我。再踩，快点踩。不然关注你扣。好，你再没过，我就不给你过。好，你再没过，那个哥哥就要把你字幕上到死。啊，三。你都知道了吗？我先给你看，我再给你看个感感觉。再问哦。这边这一次哪？主任。王涛。好。斧头加锯子哦。好。我要换角度相机。好，那我要开始讲了。OK。这是。
敷哎敷饼，这是敷面，这是敷背，这是它上面敷肩，哎敷眼，上面敷肩，敷刃，太棒了，好感动啊！哒啦，好感动，快快快结束，巨饼，他就开始录影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把你瞧回来了，所以你要就是差不多这个角度，好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按了之后就开始录，懂吗？嗯，按红色那个。嗯。他已经在录了。在录。他已经在录了。走。嗯。角度他。耶。Hello。你开灯好，你要水吗？不要。啊，你要来洗，你要吗？期待哦。来录影。分头式。学长，看我一起跳啥？我要看别人呆滞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在拍别人了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录了。真的，真的。真的，真的。很会哦，很会哦。按个字。没有。我看学长疯笑。看到你有那个吗？荧幕。我找你家那个。用荧幕吗？叔叔给的。啊？叔叔。看一下。叔叔。他点。看老二。看老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我保证。可以透露一下活动内容。可以透露一下的内容吗？如果都想玩。不好。霸气男唱，Thank you.
看不到，对，那个了。嗯，学姐。是你一进来把你老师被录了。我不录你。钱包里面还有吗？还在。还在。录比较漂亮。还在是换了一张还是还在？他比你漂亮，他手机同一个人换了一个。未来，未来，这个是未来。未来未来未来录起来了，学长，阿爸学长录起来了。自己做，昨天不是自己吃的。哈哈，我敲错了，我要重做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后面想做一件？我敲一下就成功了。做啊！哇，你多钱？我就是后面我没看到，那时候。对，我也穿不到，穿不到。我也穿不到啊！然后我都毕业。不会，还是会回来。没有了，那时候我已经走了。看，好看吗？我要训练。那你是不是不用给我扫地？等一下，我爸要扫地。好，我刚才把它拍下。你一碗就被抽了，你就很怪，哎，应该是你一碗就被拿了。为什么？啊？啊？就你特写，你觉得比较，然后跟我比较，然后我觉得他就。下面。可我想点那个网络来，是啊，那个要怎么关掉？啊？要关掉了。反正现在可能比一半多。咦？敢弄那边呐？不要录，不要按你下来，还在一直拍。还在拍啊？开个后台，我可以先绕行圈。我可以不要绕吗？我们进去了，我进去了。哦，进去。你好麻烦。对，我们走过去就好了吗？就为了拍照，我不要这样。为了等空拍机。来干嘛？那种回转没有空拍机。先请下一个。你叫阿 Q 帮你。哎，阿 Q， 阿 Q 来 ，Q Q 来。妹妹，不要，他只叫我用。来排好一二三四小队，快点。排好，排好。我没有力气。啊，倒数五秒，最快我加一百。快快快！默契，默契。全部都加一百分。你要配个高吗？直升机。你有请直升机？你干嘛不请直升机？我想要直升机。不要啦！北啦！北。哎，对，讲到重点喽。是我有忘，他有女朋友，就领渊的，拉哪个？他有女朋友。他有女朋友。哎，排好，排好，排好。过来啊。然后二接着。很受不住啦。很受不住啦。回去看照片，如果挥手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回去我等下去检查。我比中指，我比中指。一百分，你要加一百分。我们要加分哎！哎，挥手，我加分。挥手
没收，没收，加分。笑了。拍他干嘛？全场就拍他就好了。下一个。一三四。一二三四。帮我找地图。第五小队。来第四小队，每个礼拜都要吃。哎，我礼拜五吃。我礼拜五吃。哎，我小王子面。来，随身行李，现在请把放到楼梯上上面。包包吗？对，包包还有。你可以拍我。狗牌是我的累赘。有点狗啊，我掉了。肉也是累赘。拿得掉吗？有啊。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不该有子弟四个。拜拜。谢谢小队的体力好了，默契。谢谢小队的体力。还有两只手挥手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先，我现在交给我们的东东，然后，那个，这个你不要拿着。哎，那个交，然后我们现在交给东东，哎，热烈的掌声欢迎东东。这是要让拿给他们跑的吧？对，让我找大一点的，长的，对，我找大一点的。记得等一下上开的时候，我不可能跟他们一起跑啊，好会来不及啊。你等一下会玩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带着这只跑。好，你有玩过那个综艺玩很大吗？对，就是他们都用 GoPro 嘛，就是临场感。哎，我们要，你就带着这只跑。好，来就带。你按他要录自己吗？你可以录自己。哎，可以录自己。好，录不到自己。哎，你要这样。我现在在被追。好可怕。我在厕所。我们会有十分钟介绍时间。那有没有看到这边的灯？有。里面就是用来关电的。他等一下进去之后，他就不会动，他就会站在那边。那五条绳子，五条绳子，其中有一条是勾着后面的。栅栏只要倒下来，游戏就开始了。栅栏只要倒下来，不知道是哪一条。比如说这一条，我一拉下来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我一拉下来，这个栅栏就倒。大家注意哦，有一个重点。我现在是怎么样？哎，你知道？我们是以很简的分数来先冲。那比如说，我是第一，刚陈姐第一名，像第一名是第三小队，他们你们是第一个小队长上来，然后选一条绳子，不择手段。好，那听我讲，然后第一名拉开，你不能先试试看，不能先试试看，你倒会确定好哪一条，就倒就开始了，我就帮你数，我说开始，然后就把那条直接抽出来，只要再来一倒，游戏就开始。那整个活动学校都是我们的活动范围。哇！那我觉得你要过去。哎，不能过去，就是中山楼这边。这边是中山嘛，对，中山楼，然后到那个走道，那边的感觉超屌的，真的很厉害。哇、哦，会啊！测试测试测试。
还是那个手感嘛，手感。松山，松山到乐群这边都不要，我们就在活动中。瓦斯。那这边这样吗？这样扶着吗？这样。来来，先挡，先挡到。来来，我瞧一下，瞧位置。看不到。好，可以。可以。但是因为厕所跟教室我们看不到，所以麻烦你不要躲在那里。我定。你中间都已经开始被抓到，他会把你的口牌拿掉。你们要算抓到，我是猎人，我碰到你，只要碰到。就算被抓到，猎人会吵。那你被抓到之后，你就要把你的果盘。我们现在我们场上呢，只会有三位猎人。那都跑很快啊。等一下你们啊，他一跑你就按他们一百公尺吗？按中间。这两位，没有，不是，是你们一定会赶快跑啊，因为差他一点，21秒就会被放出来。对呀。这两位猎人是我们猎人，他应该是全部会抓，我死定了，我一百公尺。哎，Hello， 我要听，再认真听，我现在要说。你们可以拿到分数的地方，我是可以拿到分数。不平说，我国小有个朋友，但在小四还小五，测100公尺就已经到16秒了。但是不能躲在厕所。这么快吗？我们之前国小，我们之前国小超快，100公尺。是女生对，是女生。超车。我不要田径队就跑很快了，因为我5年级是田径队的，5年级还是认田径队的。那注意听，我要讲啊。我觉得他们在梦。我们会有两种任务，一个看得出来，我脚不出线，大家都应该玩有玩游戏可能有看过吧。主线任务会在10:30的时候开始。10:30的时候会在某你听注意听哨音，去听那个哨音的位置，那边会有一张海报，上面就会告诉你怎么去破主线任务。只要破完主线任务，总共有四，主线任务总共有4关，4关都过了，你就可以拿到200分，200分还蛮多的。昨天那个定向有没有？整关玩4个小时才拿300，你这个主线哦，半个小时内就破完了。也只能破半小时，时间只有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破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拿100分。好、嗯哦，那最后我们结算成绩，集合哨吹的时候呢，我们算的是，如果你的小队人数是为求胜利不择手段，那你们的分数可以 double。比如说你拿到3关150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全部都活着，所以拿到300分。如果你最高你200，然后你又 double， 你就可以拿到400分。好，这是主线任务的部分。那还会有一个叫做环境任务。我们在整个校园里面哈，总共会有20个纸杯。纸杯里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都是一些谜题，都很简单，题目都非常非常简单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就讲里面其中一题，请问三五同军节是什么节庆？啊，三五是什么？3月5号是什么？应该是啊。三五同军节。伟汉生日。然后还有，请问新民高中是什么族童军团？编码。所以这样够简单吧？拿到纸条，你知道答案之后来这边。我们这个司令台哈，就是你被抓到的时候要来这里，你被抓到就要上来这里，还会有复活的机会，所以不用害怕。这个到时候被抓到来这边，我再跟你们解释。安民题来这里啊，感谢你们回答。对，那我们也要参加。因为你自己觉得比较阴暗、比较恐怖的地方，你都没有。因为校园很多比较阴暗的地方，我们都会有赞助点人员，但是他不一定完全看得到。那环境呢？我刚刚就说一个纸杯它就是10分，你只要来这边，然后跟我回答完，你就可以拿到10分，你们那小队就会有10分。总共有20个纸杯。十分，然后来这里死掉才可以看纸杯，没有，你拿到纸杯，你就可以跑过来告诉我纸杯的答案。我就会给你一些道具，那些道具在主线任务上是必须要有的。主线任务是不知道。对，中山乐群不要过去。所以主线任务到底是什么？教室都不要进去。我们要听哨音。对，从那边到那个，到那个飞船教室都可以。尿尿哎。对。我们还说现在可以进去，所以我们要听哨音。对，我
不能，一楼我们只有在一楼的平面。前辈走，因为他们是小朋友。脚踏车地方。啊，不知道在那车场那边。在什么车场？那个那边会有站的，你不要超过他。啊，对，那我怎么知道是猎人？怎么知道他是猎人？猎人麻烦。第五组来讨论。我们先躲吧，先躲。为什么刚刚没有人通来？小严，他们那个色谱洗到有点像大便颜色，然后狗傻，涂涂的这样啊？为什么？只要看到长这样了，他就是猎人。会有三位，但是还有可能会再增加哦，也有可能，但是也有可能会减少。哪里中间？你说楼梯吗？因为任务的关系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准备要开始哦，待会再来介绍，好，就开始。好，那最后我问一下，就是这个活动，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安全。大家知道。谢谢你走，感谢大家。小队长起立，二三四五，这样子哎，可以可以，我起立了。小队长，你们不是小队长，其他都可以起立。对对，我们的，加油！哎，你今天是打到我哎，真的，我打到你。如果说第三小队他抽出来啊，哎，没事，栅栏没倒，第三小队是可以开始，就可以出发了。所以我不会在这里。然后拿第一个，然后第一个抽到，我们是就要开始跑了。我先请第三小队。可以发奖。哎，我们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抽？这样不公平。如果真的，我们就在这里，都不要等。没有，二三四五啊。哎，他刚是有三四一二，三四一二五。对，我们是最后。我们是最后。啊，但是不一定你们最后才抽。啊，如果我们最后怎么办？我们想要先抽。你失恋了。最后怎么办？那我要。我问一下。准备要抽第一条喽！我数到三的时候抽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来要帮忙录。好，没事。三可以走，三可以走。你放反了，然后拉拉。好，待会注意。抽的时候要大力的拉，大力的拉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第二个，第四小队，派一人出来。前面，好，来，先不要摸啊，选一条。好，准备要抽了，我数到三的时候大力抽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没事，第四小队可以出发了。第四小队，还没，头上不是已经那个？对，可以这样子。完了，再来第。一小队，请派一个人出来。不是我他，请选一条。妈妈！哎呀，小心小心！这也太累了吧！我还要游泳，还要跑步。这不是有个关吗？找杯子啊！没人告我画不了高斯，你的杯子。没有。想找杯子。要找啊！是在玩游戏的时候都不能被抓，对不对？想知道杯子在哪吗？他是要找杯子啊！我这篇不要讲了，出来啊！没人跟我换啊！没人跟我换。来，夜人快点来，这里有人。赶快上去！还抓小根呐、啊？没有啊，那算一楼啊。哦。是这里出去的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你放在哪里了。
你知道放在哪里吗？我没有放在身体。真就录音。拜拜拜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过了时间点，明天啊。新米的烦恼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陈博弈，你是有乖？啊？你是有乖？住的呀。找杯子吗？对啊。你找得到吗？找不到。你直接说吧。啊，那里一个，然后那边有一个。这边一个。来，你先找那边。你找那边去吧。有啊。他说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你去找那边。你懂吗？我那好好，真的，好吧，真的有点很难找。这也太鸡掰了是吧？这不止太鸡掰了。好，就是要给你回收。等下渴了去装水来喝。我跟你。新民高中。天龙族同学，太简单了吧？天，你回来吧，孩子。你找不到？你认真，放眼望去，你找不到。没有。真棒。啊！给我一个。走吧，不管。来。噔。好了，走了。走。走。拜拜，哎。拜拜。二八现在是天龙族童军团，二七也是天龙族童军团。请问翰林的别称？小美啦。哎，是哪一个啊？阿庞啊。是啊，叫阿庞啊。叫阿庞。阿林。好像回去路上可能会有猎人在等你哦。我刚才来，然后草多在后面。哎，那里有哎。有猎人哦。不用慢。等会。你知道其实我是在玩的吗？看得出来，然后故意拿一个钩破，对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，有干嘛？那个是谁？学弟啊，他不敢啊，他不敢来、啊，他不敢、啊，他不敢，他不敢。你说他不敢接啊？对。难说。觉得不敢，放心，他来就说你想不想当干部？哎，好像不。我们很平顺。我从开始录到现在都很平顺了。谁知道你在玩？哎、欸，你包括闪红灯吗？
有啊。我的闪红灯。闪红灯就代表他在录啊。哎、欸，他不敢。对啊。你在你手机在录的时候，不是会有个小红点在闪？他不敢追我们。对啊。我来正版的好不好？好可爱啊、欸！我也是被认命的好不好？想折又不敢折。西亚拉变来丢。东东。那他想折又不敢折，好好笑。这题是废话。这题是废话，新民高中点点点童军团。天马族啊，这是这送分吧？确定吗？没有，你是怎么报祖先的吗？我祖先了吗？没有，他去找第一个祖先任务在哪里啊？祖先任务。好累哦，不想，不想休息一下。哎。大家都没有听到笑的。这是 Hero 三哦，对吧？三而已哦，对吧？那你知道 Hero 3是最稳的吗？哎，这里，这里能丢一个。OK。哎，这是要哪去放？去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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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魏福居先生。好，你去那边按哪一个？去那边哪一个？你把那包拿给我。哎，啊，你现在不是猎人了、哦？又交换了。陈凯琳，陈凯琳，算了，我直接去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手上有两颗。你有看过老人玩那种铁蛋吗？你小时候没有玩过吗？老人他们都会拿两颗铁球，然后那边转，这种促进血液循环。谁耶？是吗？不是啊。是我是我会拿的。我们是混分组。好。蔡姐。你死了。我刚才被他们抓哎、欸，给谁？
哎，陈凯琳，我没有，我自杀了，好累哦，我已经跑到这里已经在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跑、哦？我该直接跑啊，这辆车给你吗？我给你，回去了。等等，我死了，好累哦。等等，我死了，超累。你死了？我已经去自杀了。你被谁抓？就该这个谁？有人。对啊，他们过啊，然后刚我真的跑不动，我那时候这边超痛，爆肝痛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抽烟？你去抽抽烟。一如三，你有赢？一如三还没有赢过。有啊，他把钱没有。要不然其实我根本不想跑给他们追。他怎么锤了？他锤了。他现在还在录，是吧？啊，又锤了，还有锤。十一分钟，又锤。嗯。要没电了，靠腰。哎，你们换谁？他已经要没电了。他已经吹了，他已经不行了。我终于知道玩很大的那个靠腰，敢抓到你要去靠腰的。那我应该绑在这里啊，这样。哎，喜德来，喜德来，喜德来了。题目啥？可是这不是我的。搬谁？你要找你附近，你应该找骆驼。屁啦！他跟我讲不是他的、欸。导破在写那个什么写里的什么作者啊、哦？那是你的对不对？那不是要去回答你问题吗？找东东回答啊？是吗？找东东回答吧。你爸？哎、欸，他刚刚说要找谁回答？这个、啊、东东。对呗，哎，不能不能，你不能抓我，我在录影，拜托。哎，找啊找东东。啊，不要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早就没有效率了。去啊去啊去啊！你要成嗝屁啊！你被抓到了！有人在玩你的小鸟！东东啊，东东东东！哎，东东是要找你吗？对，被抓了。哦，没有这个啊，告诉我。那个钟礼盒。是的，对，钟礼盒，钟礼盒，要小心。啊，这个杯子可以，那给我。好。哎、欸，他要过来了，可以让我再多留一点。啊，来了。蔡江
走。你可以提示一下吗？靠近了。我。他说你靠近了。花盆里，花盆里。来了，怎么了？两个人太危险了。我的东西就在上面，看到。嗯，哪里？拿着拿着，赶快跑那里。跑，他叫我跑。他也是、欸。跟我脚超痒。是是是。记忆症被国际媒体还没有。不敢吧。哎，是被称为什么？骆驼。还是领养？哪纪政？纪政是谁啊？不认识啊。一轩在干啥啊？哎。张凯在干啥？纪政是被称为什么？飞跃的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快查一下，查一下。我没有手机。感觉是领养哎。我手机放在那里。我觉得是领养。好，那就领养走。是我的问题还是他已经歪歪了？还是要被那个啦，要被放出来了。谢。
太久。接什么任务？那不是接完哦。啊？我知道啊。那个纸杯。哪里啊？对对对对。哎，小菊，你手机有记忆体吗？我手机不在我这里，我手机放在那里。应该说这里很近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说这个范围，范围明确一点。这个范围，这个范围，我的方圆5公尺，这样你有75平方公尺左右哎，差很多哎，人的一步只能大约只能走30到50公分而已。啊！你藏得很明显。在这附近对不对？我这附近没有。你藏得很明显。有一个很明显。有一个很明显。那是很明显那个吗？对啊。哇靠，那很不明显的。很明显吧，你一走过去就看得到了。我看看就走。你帮我拍到。我们一起去吗？那你们另外一个也找到了。我只找到一个。那你回答了吗？还没。那边有找到吗？我就那我们去，哎，嗯，猫姐，回来猫姐。你只找到一个。对啊，我另外一个。那他应该还有一个。嗯，他有一个。我看一下那题什么。童俊杰几月几号？干。不废话。收身，下流啦！停，站住！我没有下流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明显吗？他说很不明显的。很不明显。对啊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啊可以啊。一点提示。提示哦。好，可以啊可以啊。提示呗。刚才在那里找到水，那应该在这吧？提示呗。提示就这里没有。还有哪里没有？下一个，再一个。会不会在树上？哎，我刚才走过去，你说不能过去。
所以你就是在这砖块里面吗？就是这附近。这附近。可是没在这里，所以就在这里啊。这里。有埋在土里吗？这里。你哥不会下流，然后埋在土里吧？没有。你就没有在这里。靠，我以为是纸。他在找我。你可以去固腾那里找。啊？他那里还有一个。谁？固腾。固腾。哦，他那固腾在哪？不行，我们先找到他的。对，我们先找到你。为什么？这里现在很安全。对。那我把猎人。很不明显，又没有在那里，所以定在这里啊。你所说的很不明显是多不明显？哇靠，那怎么打啊？哎，你比较高，你呢？哎呦，对，那也是你藏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大了。让我猜，为什么是蓝色的球？不知道，你猜一下吧。我不要。那你来。好，我猜啊。你一定要这么暴力吗？要破了。破了。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回答过了。哎、欸，就回答过了。哎、欸，我看。完整吗？还没。两个猎人要来了。哪里？啊，那他后来嘞？在。后面看到谁在？那个。我不知道哎。那个。那你娘是谁？他叫我哪呀？啊，我们。我们要。你知道这是我的护身符吗？对吧？他们看到我就，然后他们就没过来。哦、他们在那里。啊？半小时还没有半小时啊？你要去破那个，你要破主线任务啊？可以破了吗？你要从第一个开始破。第一个在哪？地岛。要找陪着姐，我去找第一个主线。有海报的，有海报。谁来报线？没有哎、欸，左手边有一个、哦。你们两个不自己破？我们其他三个都死了。学妹，你是任务。学妹，你是任务对不对？
雪莉，谢谢。没了。啊。啊，那我现在找要干嘛？快还那个、啊、那个。那是。就给你回收吧。那你帮我。那你可以帮我拆开吗？找可以干嘛？我的，那我现在干嘛？去那里、啊。哎呦，蔡明章不要过来啊！两台机器在你身上，你有没有感觉倍感荣幸？你现在是魔鬼终，你在魔鬼终结者吗？还是他没有看到什么技能，是我们靠近他，他不会抓到我？没有吧？有啦，一定有，不然他怎么不抓你？因为我手上拿的这台。哎，孔子是哪一国？孔子是中国，还是有鲁美发音？鲁啊，一定是鲁啊，没发音怎么可能？干这题是送分吧？我快累死了。厉害吧？啊？这样？要不要我收钱？没关系，我现在录的还可以。那你等一下，就是我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导师室。好，你可以先